ドゥパパラパトゥルパトゥルパト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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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ンバラドゥパパラパトゥ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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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パ。哎，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说风为您带来的游戏时光。那么说风最近啊，真的是换了好多份的工作啊，包括这个啊，在加油站里给汽车加油啊，去偷钻石啊，去抢银行。好吧，后两个好像也不能算是工作啊。那么，哎，那么说风今天呢，要来换一份这个更加高大上的工作啊。没错，说风的隐藏属性呢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画家啊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画家。那么咱们今天呢，来做的工作呢，就是90秒。画像，也就是每一个人呢只给我们90秒的时间，我们要画出他的肖像，是不是非常的高大上的一个工作啊？这又是画家，又能赚到钱啊，又能体现出我速写的能力啊，就是这么屌。好，那么我们赶紧开始游戏啊。我是个画肖像的，你这种生物给我画是不是不太好？哎，这个颜色好像不大对啊，颜色不大对。我们来调一下啊，给他加一点红，再红一点，好像不大对啊。是这样啊，作为一个这个抽象派的画家啊，这个要求不要太高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哎呦，我主要是画肖像是吧？啊，应该不要急于画这个背景什么的。好了，这个90秒感马上就要过去了啊。没关系，这个一开始嘛，总是有点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啊，这也是有情可原的嘛，对吧？赶紧换成这个黑的啊，把这个房子啊。把这个房子赶紧画好啊！哎，房子的窗户嘞？好，我们不废话了，我们赶紧来画这个今天最主要的内容啊！没错啊，就是这个，这个东西，我操，它是什么颜色啊？好像不是这个颜色吧？好的，不管啊，不重要啊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赶紧简单的画一下好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？非常啊牛逼的抽象派画家啊！快，眼睛！哎，我换这个粗的，快粗的！哦，好，眼睛没了，快！嘴巴眼睛，哎，好啊，画好了啊 ，next， 看看 B 哦，他对我的这个画像这个评价啊，是一个 B。那么咱们这次啊，吸取上次这个教训啊，咱们这次就不要这个啊。我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哎呀，这个好像不大对啊。那么咱们这次啊，稍微浅了一点啊，浅点吧。咱们这次呢，就是赶紧来画这个主要的部分啊，那么大概是在这里啊，这是头啊，然后下半身，给它加点白。这个颜色我就总也搞不对啊，差不多行了，对不对？抽象派画家，那么作画呢就是这么的不拘小节啊，你看这一次这个画出来的感觉，哎，就好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说，哎，拿错颜色了，虽然说暂时还没看出来画的是什么。好，哎呀，这个画身体的时间啊比较长了，我们赶紧画个脑袋啊，这是这样，Hello， 啊，耳朵，这个颜色好像也不大对啊，不重要。喂，OK， 好 ，Next， 下一位，哎，又是 B， 看到没有？这个画像啊，不要这个画的太好啊。你这个如果把这个颜色画的太好的话，会让这个其他人啊产生这个啊浓浓的羞愧感啊，非常浓郁的羞愧感啊，这样以后人家出去都没有办法，其他的画家啊还怎么见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啊，不要把自己画的啊，不要把自己的画画的太牛逼啊。你看这，这个胳膊啊 ，OK， 怎么感觉这个有点不大对劲啊？先不画胳膊了啊，我们赶紧画这个他的。面前啊有一个板子啊，这个板子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还不知道啊，虽然这个我们现在不要顾及这个颜色问题了啊，这个颜色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它了啊。好啊，那这个板子就画上来了，然后再赶紧来画这个人的脸啊，这个人的脸呢长得非常的奇特啊，可能是外星人啊，哎，这个本来还不太像外星人，怎么我感觉我画完了之后更加的像外星人了？
哦，好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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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，来来来，啊，非常牛逼的啊，把头发画上，哎，你看这还是蛮形象的嘛，对不对？瞄一瞄里面啊，瞄一瞄里面啊，这个吃多了啊，肉比较浓啊，肉比较浓啊，好啊，下一个，看给多少分啊？好吧啊，这张算我失误啊，这张算白送，这张算白送，好吧，嗯，调色进行时啊，加点黄，加点绿。再来点，哎，好像深了，啊，就这个颜色不错。我们应该，其实应该考虑先画头啊，先画头。这个每次都这样的一个画法的话，总是感觉有点来不及啊，有点来不及。这个人，你这个人物的比例长得很奇特啊，你这不能真的不能怪我画的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人长得就有问题啊，对吧？你看这个，你看你这个身体的形状啊，多么的鬼畜啊，多么的可怕啊！这个啊，这个裤子赶紧画上啊，好好好，哎，看到没有啊？这个轮廓不是出来了吗？然后我们再画这个人的脸啊，人脸，这个人的脸它有点粉啊，有点粉啊，有点粉，我们给它加点红啊，加点红，加点红，加点红红红绿，红绿不对啊，这样啊，好，就这个颜色。哎呦哦，我们抓紧时间啊，抓紧时间回，哎哎哎，画头发，一块，两块，三块，嗯。把颜色涂上啊，颜色涂上 ，OK， 一二三四，回，哎，哎哎，哇，我感觉我的画技啊，越来越贴近这个抽象派啊的这个基本要求了啊，基本要求。哎，那么这张图呢，就是比较好画了，比较好画了。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红色啊，红色啊，选择一个红色稍微对一点啊，然后把它。这个啊，这个加鸡啊，不是，这个帽子先画出来啊，帽子先画出来啊，这样大概是这样一个形状啊，这样一个形状，然后这边有个帽子有个阴影啊，帽子有个阴影，哎，这个阴影画的有点啊，好，非常娴熟的啊，就把这个帽子画了出来啊，画了出来，然后我们需要把它画个再画个脸啊，再画个脸，这个脸你这个脸这个颜色好像有一点这个奇怪哦，不是这个颜色啊。啊，我不太会配色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个不错。嗯，好，那么看啊，这个脸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啊，这边有个耳朵啊，这边有个耳朵。好，摸摸摸摸摸啊，涂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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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涂涂涂，把这个脸下边都涂一下啊。OK， 快快快啊！这次的时间啊还是比较这个啊充裕的嘛啊。嗯，我们把这个这边啊涂上，涂上。把它再来起，再起，再深一点，再深一点，再深一点啊，来点黑啊，好。哎呦，操，这个颜色好像不对啊，算了，管它呢。嗯，哦哦哦，我们需要赶紧画眼睛，画眼睛。哇，这样不行啊。回，good。啊嘞，为什么只给 F 啊 ？Day one， 哦 ，Day one， 我一共赚了9块钱，看到没有？哇啊！第一个蛮不错的啊啊，第二个很抽象啊，第三个更加抽象啊，第四个更加抽象，哎哎，第五个还是很写实的嘛，哈哈哈哈 ，Oh yeah， so beautiful， 好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我们再画一点啊，再画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职业的骨灰级的这个画家啊，哎，这个画家也分职业骨灰级吗？啊，好吧，就是职业这个职业的骨灰级的画家啊，画起画来就是这么的行云流水啊，就是这么的行云流水啊。然后这个抓住这个人物的这个特点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抓住这个人物的特点啊，包括这个裤子啊，哎哎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人物的特点呢就是裆短啊，裆短，哎，我充分的体现出他裆短的特点啊，裆短的特点啊，而且头发长得像一个大鸡鸡啊，这个反正有点奇怪的头啊。给对点红吧，哎呀，这个颜色越对越不对啊，好吧，不管了，油画嘛，差不多，哦，对吧，差不多得了啊，不是脸也太蓝了啊，麻烦，不重要了，不重要，能把脸画出来就不错了啊，啊，赶紧的啊，把这个他的头发也画一下啊，头发画一下啊，最后呢就到了这个最最重要啊，最最重要的啊，画眼睛的步骤啊，画五官的步骤，那么作为一个画五官的大师啊，这个五官一般我还原的都非常的传神啊，看到没有，简直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，完全看不出这两张
啊这个图有任何的违和之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啊，直接用这个粗笔上啊，用粗笔上，用这个细笔上啊，感觉不爽啊，给这个颜色加一点，对，再哎这个就再来一点，深了，白一点，好，这样的，喂 ，What's this？ 我自己不认识，画的毛啊这是。好，赶紧画脸。哎，这个颜色不对，加点红。哎，耳朵啊，非常抽象的一个耳朵啊。那么最重要的来了啊，我们画头发啊，他的头发上带个揪啊，带个揪，非常的萌。但是我们画布没有地方了啊，简单的给他来一下就好了啊。哎呦，我们得把脸涂上啊，这个脸怎么能这样呢？哎，好啊，这个脸色就出来了啊，把这个衣服涂一下啊，衣服涂一下。嗯，又到了这个画五官的时候了啊，一二，哎，毫无违和感，嗯，哎，这个画画的我自己都有点感动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几分？60F， why？ 有 what？ 我有说过要给非人类作画吗？啊，我不要给非人类作画好不好？算了，看在你给钱的份上，画就画啦，先涂一下啊。我们现在这次啊开始啊着重的画脸啊，着重的画脸啊，这个衣服的不重要啊，我们重要的是画这个肖像啊，肖这个肖像，先把这个脸部啊处理的非常得当之后呢，哎，我们再来画这个。首先我们需要一个，白的啊，需要一个白的。OK， 白的，嗯，啊这样，然后这样来，喂，好啊，再来一个黑的啊，来个黑的，一，二。喂，哇，这张才真的是我画的最好的一张啊！虽然这个身子还没有来及画，身子啊 ，OK。喂，这个画布比例没有搞好啊！好吧，抽象一点啊，抽象一点 ，OK， 下一个，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又是 F 啊？啊，调色啊，调色最重要啊！哎，先画个描个边啊，这边是喂，啊，这边是个大嘴巴，在这个下面的位置啊，大概是跟这个一起的啊，画下来，嗯，非常的和谐。然后把这个色涂上啊，色涂上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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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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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啊！虽然有点不和谐啊，快点啊！专业化，喂，好，啊 B， 看到没有？哈哈，只要我一用心啊，就是个 B 啊，就是个 B 啊。这边是个河马先生是吧？你应该是个河马吧？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个河马，嗯，好，这样画上来啊。抽象派画家，君临江湖啊，在线江湖，非常抽象啊，非常之抽象，抽的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。快，他的胡子只有一半在里，哦，不对，我们要先把这个主色给他涂上，涂色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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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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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。OK， 最重要的啊，又开始又来了啊，眼睛漂亮啊，这就简单画一下好了啊。灰灰灰 ，Next。OK， 嗯，好了，那么我们的第二天就结束喽。哎，那么看到这个第二天的画技是有这个啊明显的提升了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大家如果想挑战一下这款游戏的话啊，我会把这个游戏的链接啊放在视频的下方啊。如果你在视频的这个简介栏没有看到这个链接呢啊，就是我忘了啊，就是我忘了。好了，那咱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